以多变创新的法术组合系统而闻名的 Magicka 系列最新的作品 Magicka 巫师大战，要让玩家们展开激烈的 PVP 大战。游戏目前有4-4的团队对战以及1-1的决斗模式。团队对战中，玩家只要打倒对方，让对方的资源点耗尽，或者是完全占领3个重生点，就能够获得胜利。而决斗模式则是看谁先抢下6场胜利。至于战斗的方式，当然还是运用有趣的法术组合系统，玩家可以及时组合火、水、冰、生命、死亡等8种不同的元素，再以扩散或者是发射的方式施展出来。而且不单只是属性的相生相克而已哦，当不同的法术互相碰撞时，还会有各种不同的效果出现。像是光束型的法术碰到防护罩或者是其他光束法术时，就会产生反弹或者是折射的效果。除了组合法术之外，累积足够的能量，还可以使用像是陨石雨、迅捷术或者是死神召唤等特殊法术，时机掌握得当，就能够一举扭转局势。只不过要是不小心，可是会把同伴也给炸死的哦。另外，在累积金币和符文之后，还可以购买更多的装备以及特殊法术，调整出自己的战斗风格。目前巫师大战正在 Alpha 测试中，有兴趣的玩家不妨到官网申请测试资格哦。